得分，虽然我们还没有进行最有效的这个统计，但是他的三分球是没有问题的。最后时刻也是投中一个压哨，这样的话第三节比赛结束，65-53，火警队还是以12分的优势领先。那么稍后将进入到双方第四节战术组织，天地皇队呢已经是严密的退守，突破之后没有形成溜底，天地皇队那么在和对方进行这个一系列的拼抢之后，现在也注重了对于前场篮板球的这个二次进攻的这个强度。哇，46号马吉斯三分，宾汉姆在外线投三分，宾汉姆是内线的强力球员，他的外线投三分力道上来讲对他来说不太好把握。50阿伊特纳这球队拿不了分，漂亮，阿伊特纳盖帽得手。直接后拨手，第相互有效的这个补位，这样的话让对方一旦闪开正面防守之后的心，哎呦，这个突破打得有点漂亮，也就是说刚才呢用一个非常规定的假动作，比赛时间还比较充裕的情况下，像这种战术在这个1小时40分里头，布丁队有了这个组织进攻反击的这个机会，突破之后分球，好的，这球打得漂亮，现在还有12秒，好的，这次能够在这个
好的，漂亮。相对还有，漂亮，哎，不平。所以从这个大轮队对于人员上的这个配置，46号这个头球的这是马基斯。马基斯头三度破，这球简直像长了眼睛一样，刺激。